被人嫉妒是一种怎样的体验？毫无疑问，嫉妒在社交关系里是令人无奈又烦恼的。对方合理的、理智的嫉妒不会给你带来困扰，但充满偏见与算计的嫉妒却会给你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各种烦恼。当一个人嫉妒你的时候，往往有一些明显的表现。01，表面一套，背后一套。当他得知你获得了一些成绩后，面对你的时候会赞美你，表演你，十分浮夸。但在你看不见的地方，他又会到处跟被人说你的坏话。当面是一种状态，背着你又是另外一种状态。比如你家里买了一辆车，他表明上会赞美你，恭喜你，但转过身去他就会跟别人说，买车的钱肯定不是你的，你就是一个只会啃老的人，嫉妒者。当没有能力去超过你时，最喜欢在背后指指点点，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嚼舌根。他们会在背后中伤你，损害你的名声。02，喜欢在你面前炫耀，跟你比较。无论他们做了什么，都喜欢和你比较一番。得知依旧不如你时，他会愤怒，会瞬间翻脸。得知他超过了你，过得比你好时，他会表现得特别开心，一副小人得志的姿态。总是嫉妒的人，他们的内心是狭隘的，是扭曲的，稍微取得了一点成绩，恨不得让所有的人都知道，类似于自恋型人格，只能听到别人对他的赞美，却无法接受别人对他的批评和建议。03，嫉妒你的人会跟你进行恶意竞争。合理的嫉妒，合理的竞争是怎样的？他看到你成绩好，会更加努力学习，争取超过你；看到你工资高，你工作辛苦，他也会更努力工作，争取赶上你。这样的嫉妒会激发一个人内心的斗志，让他充满激情。但不合理的嫉妒是怎样的？他不会用正常的手段通过努力超过你，而是会在背后对你使绊子，给你穿小鞋，使出一些阴险的手段阻碍你。这类人的内心想法是，既然我得不到，那你也别想得到，我不开心你也别想开心。04，你成功时他消失，你失败时他出现。当你获得成功的时候，想要得到朋友的祝福，但你却发现他忽然就消失了。尽管你内心的想法只是希望获得朋友的祝福，跟朋友分享你的喜悦，但当你失败后，他就第一个出来，在你面前冷嘲热讽，说一些酸溜溜的话。他假装关心你，安慰你，可他的虚伪和开心要溢于言表。嫉妒你的人往往见不到你成功，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成功本该属于他。05，嫉妒你的人会突然结束跟你之间的关系。举个例子，你的生活过得不如他时，你们是朋友；你没有获得一些成绩时，你们依旧是朋友。他会经常关心你，安慰你，更多在你面前炫耀和卖弄，而你也认为你们是朋友。但当你的生活越过越好，已经超过了他，当你的工作、收入、婚姻各方面都比他好时，你会发现他突然退出了你的生活，不再愿意跟你接触，不愿意跟你有什么瓜葛。朋友之间的嫉妒最终结果往往如此，嫉妒心越强，他就越是无法接受看到你的成功。06，擅长指责打击你。还有一种嫉妒类型，就是指责型。你们相处过程中，无论你做了什么，说了什么，他
他都会跟你对着干。在社交中，他们会当众拆你的台，嘲讽你，挖苦你，当着众人的面戳你的痛处。有一种人格是指责型人格，这类人擅长语言攻击，最常用的手段就是贬低、打击。你获得了成绩，他会嘲讽那是你借助了关系。你的生活过得好，他会说一些酸话来打击你。你很好，可唯独在嫉妒你的人眼里，你一点也不好。你做什么都行，可嫉妒你的人就认为你什么都不行。倘若你身边的人具备以上这些特征，一定要跟他们保持距离。嫉妒心强的人最终会被自己的糟糕情绪反噬，做出一些伤害你的行为。